你这个案它也是抽丝剂，哎，你这个拳打出去的时候也是抽丝剂，是眼神跟这个身法、手法、步法要求要一致。要求是齐根在脚，发一腿，足在一腰，行一手指，它从下而上，在跟脚跟上。这练拳要练在不合适的地方呢，如有不得力处，须从腰腿中求之。定力步在传统杨氏太极拳当中。